Hello， 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是 GPD 文山玩这个 Switch 模拟器，演示的是宝可梦和塞尔达两款游戏。安装教程我会放到最后，然后所需的文件我会放在评论里面。运行环境是30到35瓦，然后 CPU 的上限是不设上限，让它跑到 4.7， 帧数大概在20到30左右，有一种越玩越流畅的感觉。